山道猴子爆红，许多人敲碗要翻拍成真人版，男主角是他，呼声最高。不像，不像，我不像，不像，我不是为了女孩子去骑车。他也不是一只猴子。我已经变回人了。曾在脸书PO出多张帅气跑山的照片，更说过自己喜欢骑车。对于是否有兴趣出演，他16号就在 IG 发声回应，剧本好一定演，大方答应，掀起网友热议。我觉得超级写实。那在报道出来的前一阵子，我就已经看完了这个上下集。那我只是觉得，当然他们讲的当然是现实，当然是车圈里面的事情。我觉得现在我们更需要是更多包容跟理解。那当然可以，有些东西很好笑，当然可以嘲笑。可是不应该只有嘲笑。才刚发生车祸，加上本身爱骑重机，恰巧搭上山道猴子的剧情，阮经天正能量爆棚，呼吁大家正视影片背后的意义，真人版是否成真，万众期待。三立新闻郭轩、陈婉、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